好多人说什么。说啥？说没礼貌，不懂分寸。我觉得娱乐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。比如说，明明糖是甜的，但是网上说哎糖是咸的，几周之后糖就会变成咸的。我也是拿这个事情反思了一下自己，我感觉你反思自己什么？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少一些这种分寸感。对，怎么我跟你一样？好多人说什么？说啥？说没礼貌，不懂分寸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觉得娱乐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。比如说明明糖是甜的，但是网上说哎糖是咸的，太多人在说，几周之后糖就会变成咸的。但是我觉得娱乐嘛，就是我们如果作为艺人的话，就是这也是该承受的，但是只要你不影响你生活里就好。对，你不要说因为那个真的改了你带来的这些性格，我真的觉得没改。